新鲜水果现打，一开盖就闻到果香味，果渣不滤掉，营养完全保留，新鲜直送休息区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。以为隔一天是喝一样，结果是不一样，然后水果也是一直在换，然后没有就一直在加。果汁非常的好喝，好像我记得有哈密瓜、芒果，然后今天还有柳橙汁，就是每天都很幸福。下午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洛梨布丁牛奶，啊，晚上的时候就是用芒果。充满幸福感的果汁出自这个小小的果汁吧，志工精心挑选当令水果，牛奶养乐多还可以随选搭配，好不好？还要买什么水果？然后有一些水果是，如果说打了放久的话，它会发酵，所以会发酵的水果我就不用。大家都吃的很高兴的话，我也很高兴啊。果汁吧从早上供应到晚上，超过12个小时，他们甘之如饴，喝的人幸福，服务的人更幸福。大爱新闻派真郑瑞平高雄报道。